天空上突然出现一个黑点，女孩用望远镜看了看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。原来有人在500米的高空上走钢丝，男人身上没有任何安全措施，唯一的依仗就是手里的平衡杆，走累了他就原地躺在钢丝上，甚至双手松开了平衡杆。从这个高度看下去，地上的汽车跟蚂蚁一般大小，马路上已经挤满了观众。他缓缓起身，然而下一秒，他叫菲利普，小时候看过一次走钢丝，从此就迷上了这项杂技。小小的他将麻绳一圈圈地缠在两棵树上，开始自己尝试走钢丝。慢慢的，随着绳子越来越少，他也从稚嫩的孩童变成意气风发的小伙。但他毕竟是个野路子出身，等他把麻绳换成钢丝，却发现钢丝的固定方式和麻绳是不同的。于是他厚着脸皮找上马戏团的老团长，拿出全部积蓄请老团长教他。从固定钢丝的方式到调试钢丝的松紧以及走钢丝的技巧，老团长毫无保留地教了他。有了技巧，这次菲利普走得很好，可离终点只差几步时，他开始摇晃，差点摔下来。老团长告诉他，多少走钢丝的人都死在最后几步，因为眼看着胜利在眼前，紧绷着的那股劲就松了，所以只要脚踩在钢丝上，便一分一秒都不能松懈。为了锻炼菲利普的心理素质，老团长给他安排了一场实地表演。起初菲利普走得很平稳，可当他走到中间，观众大声的欢呼和谈论声让他难以集中精神。菲利普脚下一乱，表演以失败告终。但这并没有打消菲利普的积极性，既然声音会对他造成影响，那他就到听不到声音的高度去。于是他看上了巴黎圣母院，在夜色的掩盖下，他潜到巴黎圣母院的房顶，将鱼线缠在一个圆球上，用力将球扔到另一边，然后用鱼线牵引钢丝，将钢丝悬挂在两楼之间。破晓时分，当第一波游客来到圣母院门口时，菲利普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非法高空走钢丝表演。一个人，一根平衡杆，他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，在百米高空走钢丝，世间的纷扰纷纷褪去，他的眼里只剩下脚底的钢丝，他平稳地行走着，优雅又从容，甚至在钢丝上单膝下跪，为这场表演致敬。围观群众纷纷为他鼓掌，尽管下一秒他就被警察逮捕，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场表演的成功。这次完美演出给了菲利普莫大的信心，他想挑战自己的终极目标，当时最高的建筑纽约世贸双子塔。可当他赶到双子塔楼下，却被这高度打击得体无完肤。双子塔太高了，像是在源源不断向着高空生长。菲利普第一次怂了，可当他来到楼顶，踩着钢板走向大楼边缘，一切似乎又不一样了。他鼓起勇气向下看去，一阵风袭来，他急忙张开双臂保持平衡。这一刻，他像一只在暴风下寻找平衡的鸟，既然鸟可以，那他也一定可以。做出了决定就要付出行动。菲利普让女友用力摇晃钢丝，模拟高空中不停歇的大风。朋友制作了一把弓箭，把鱼线拴在箭头上，开始练习超远距离射击，这样搭钢索的难题就解决了。但双子塔的管理层肯定不会同意他进行这么危险的表演，所以表演只能偷摸进行。他将时间定在了8月6号，留着他们的准备时间不多了。菲利普每天乔装成不同的身份到大楼实地勘察，还找来几个喜欢冒险的朋友帮忙。就在一切都准备就绪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他在踩点时一不留神踩中钉子，让本就高难的行动雪上加霜。这次连向来支持他的女友都劝他放弃，但菲利普不肯。他们乔装成送货工人混进大楼，一路上小心躲避，总算将装备运到楼顶。可他们低估了钢索的重量，传送到一半时，钢索突然飞速下坠，幸好菲利普手忙脚乱，及时固定了钢丝。经过一整晚的努力，总算赶在天亮前完成了准备工作。此时的菲利普已经身心俱疲，但他还是迎着初升的朝阳，迈出了走向梦想的第一步。这个疯子在500米高空走钢丝，身上没有一点防护措施，一脚踩滑就得粉身碎骨，但他表情镇定，每一步都平稳又坚定。地面上的女友幸福欢呼，拉着路人驻足观看。菲利普顺利从南塔走到北塔，梦想终于达成。可他的脸上却不见丝毫喜悦，他看着悬挂高空的钢索，做出一个震惊全世界的举动，他重新走上了钢索。尽管鲜血已经浸透鞋底，可他还是在钢索的中间单膝下跪。原来他忘记了要向脚下的钢索致敬，向世贸双子塔致敬，向所有的观众致敬，也向钢丝上的自己致敬。这时两名警察来到楼顶，大声呵斥菲利普回来，但菲利普唇角一勾，下一秒两个警察差点被他吓尿。菲利普开始往反方向走去，他低头看向了地面，接着松开双手跪在了平衡杆上。这时对面的楼顶也集聚了很多警察，但菲利普丝毫不受影响，他只想尽情表演，甚至在钢索上跳起了舞。集中精神的表演一定很累，于是菲利普干脆躺在了钢索上，他松开双手，似乎在用最轻松的方式休息，他感受着云朵的温度。这时一只鸟突然出现，让他意识到是时候该结束这场梦幻般的旅行了。可当他起身准备回去时，
固定钢索的木头被压断，菲利普快速稳住身形，把平衡杆扛到肩上，一只手自然垂下，像散步一样慢慢往回走。离楼顶只剩几步之遥，菲利普的双腿突然不停颤抖。Philip, this is fast. Are you okay? 原来只是一个小玩笑。My name is Philip T. I'm a wire walker. 菲利普当场被捕，可所有人都被他的梦幻的表演所震撼，因为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。最后法官判他到公园给小朋友表演走钢丝，双子塔的管理者送他一张没有期限的通行证，并且让他在钢丝的起点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这是根据菲利普帕特的真实事件改编，也是人类的奇迹。